是我弟兄的大。像那个旁边的超哥有，他们有些单身哥，他就大哥大了，也是我孙子，他就跟我们聊天，他之前家去，如果不要我就现在跟他走。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他当初是按说，他是什么公司的？他因为他里面是另外做什么？我是做银行的，他们一定要做银行的。你这银行他是要银行的，所以变成叫外加他的营业税跟那个，他劳健保跟那个代购啊，我从超过四万的，他超过两万的，所以他就是那边就是。2.6%的股东保费，20%的股东保费，两个方式要看他实际的那个实际的税率。还有三税，两个税就是成人本人了，大概多了6000。成人本人他变成1.5%，然后现在是2.2%，2.1%大概差不多可以。对啊，房屋税他从1.1%变成3%。他后面还有，他后面不是只有前面那一块，是，他后面还有，这整个空间感很好。他是他最后那个不说话，他是后面，因为我们还是参加的。